大家看到苏花大清水隧道正在实施着路容改善工程，进行单线双向管制，没想到这交管人员却是两侧同时放行。这影片被网友po上网，网友立刻痛批，这难道是要猜拳才能看谁先通过吗？而公路总局南澳公段也强调，可能是因为交管人员太过于紧张，才会发生如此事故。听从交管人员指挥，车辆停了下来，交管人员确认后放行车辆，驾驶进了隧道，开始脚踩油门一路狂奔。但这时明明苏花大清水隧道因为正在进行路容改善工程，隧道内实施单线双向管制，但居然两边同时放行，非常危险。就你平常会注意，就是会有交管的啊，他一定会有两边有交管的人嘛，一边放然后另外一边才能过嘛，所以那应该是交管人员的疏失啊。还好驾驶发现的早，及时开往另一个车道。网友就在脸书社团po文说，交管太狠，两边管制人员都放车，难道是要驾驶在中间猜拳吗？而且要是两车相逢在转弯处，相当危险。指挥人员啊，他就那一次没有去确认到最后一台车的那个车号，确认过去然后再做放行啊。那我们已经有在他身上啊，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啊，务必做好这样的一个交通指挥啊。因应工程的单线双向管制，没想到却成了单线双向通行。根据双线管制通行的 SOP， 应该是交管人员利用对讲机确认好最后一台车辆车牌，等车辆通过之后才能放行，不排除可能因为交管人员紧张才会发生失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